今天起得那么早，到了这边的海边，没吃饭了。那阿峰呢？人在哪里？啊，还在睡觉吗？阿弟哥，这不是阿峰吗？阿峰。那咱们家去出海。啊，去捕鱼。慢点，慢点。好，现在出发了啊！现在咱们今天争取能不能把这三个河山给它保住？这三个河山都有一项单挂。再买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国的包子。然后我今天准备跟九弟还有带上德国来的朋友，准备一起出海捕鱼。Yeah。我们今天去就去放下网，然后那个看能不能抓到那个黄挂鱼。然后我今天给你做一道我们这边普遍的特色菜。啊，黄挂鱼。那到时候我们接下来就不介绍，等会大家就知道了啊。好，走，那现在准备出发了。出发。出发。一下多多啊！包子，这个我咱们先来吃点早餐，我已经放好了。是我第一次在海边啊，海上吃早餐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莆田的特色鲜包，鲜包也叫包子。包子，对，给包子吃。是你的包子吃包子吗？你的名声。什么馅的包子呢？那个油煎的，你尝一下，这个味道很好，很香。嗯，闻起来啊，有。这个是我们莆田的特产。嗯，怎么样？香有分子，好吃，还烤着。然后我就吃这个油条吧，油条就不用介绍了。那捕鱼估计很累是吧？要多吃一点。比较耗体力嘛。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。来一记。和我在莆田的街头上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能停留。Yeah, thank you. 就这么闯呢？好看吗？来那个你看，别搞，别给跑了，别给跑了。他的猫真长，还有他的眼睛，看。皮皮虾来了啊！哎呀，还有，这是皮皮虾，等，好。啊，皮皮虾比较小是吧？这咋那黑眼？嘛，他的眼睛够卡，看一下。哎呀，皮虾好特别木嘞。怎么是绿色的？看，两个皮皮虾，一个小，一个大。这边冬天虾子比较少是吧？还是啊？冬天多还是夏天虾子多？什么？虾子冬天还是夏天多？七八月份的时候最多，农历。还有一个鱼啊。哎，不要拍那个了，超甜。哎，来了一条黄鲷。哎呀，什么一个黄瓜？黄鲷。黄鱼。黄鲷鱼。看等会能不能来黄瓜啊？一什么时候？一我叫你说。怎么？哎。小心。好，放心。成功啦！捕鱼不容易，大家。下次买虾子啊，不要谈价格。鱼人也很辛苦。哦，来了一个红花蟹啊。包子，一早就该买这个吃了。哇，你看，这个黄花蟹可以，够多不错，
好嘞，抱住。哇，今天伤重又口福了啊！怎么那么大、啊？对，这个割头可以了。你让他夹咬，这个夹人不痛，真的，这不多，不痛不痛。啊、哦，不痛。来来来，没事的。真的真的不痛。等等等，我让他把脚拿开。来起来。再给我。小心，真受不着，不然被夹到很痛。是公的。公的。这好准吗？好使。现在还要晃吗？有。哎、啊、，What are you doing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不好天，好有百草。今天发财了啊！招了一个那么大的螃蟹。下面的虾要打。哦，这条可能先谢谢我了。你看，今天抓到虾，眼睛都是红红的，说明他昨天晚上肯定熬夜上网了。所以说，年轻人少熬夜，真的不能熬夜。熬夜的话，眼睛红了什么吧？是不是？哇，那前面又抓到一起了，哇，又来一下了，又来一下了。不错，不错。又是越快越好啊！又掉了一个，你看眼睛又掉了。那我们今天拉了多少个虾子？啊，今天虾不少。对，走，上岸吃火锅了啊！啊，好，终于能吃，终于到你吃了啊！把、啊、那个，我带过来连个面条，面条拿上去。小心啊！因为石头比较滑，是吧？但是穿这个鞋子没问题。声音没出，哎，饿的，冷冷冷，哎呦，好了，包了就来，好的，走走走，下面那个，走。这块真难，我过半年哦。现在给它清洗一下啊！啊，可以了。那么多。你来不及了，那的话。哎，还有一个螃蟹。很累。然后就可以开始了，味道很香，肉感是不是很 Q 弹？鲜，很鲜美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很脆，然后有点甜，还有这个皮皮虾，你看，哇，这里面都是肉，看来皮皮虾开始肥起来了。对，它煮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，嗯，它有点涩涩。咱们现在就把我们灭一下，然后垃圾收拾一下，你收拾一下。对，因为要保护时间啊，不要保护环境。来，先来灭一下吧。剩下一点水就，这个是一家里面打的水，就不要。来，先把垃圾收拾一下，就准备回去了啊。